濟州島嘅一間 resort， 總共有10座呢啲獨立別墅。咁我簡單介紹一下我住緊其中一間別墅啊。呢度總共有2層嘅，咁啊樓下啦有2間房，一個廚房，一個洗手間同埋小型廳。咁呢度係2樓嚟嘅。咁啊洗手間啦，我瞓嘅房就係呢一間啦。咁啊，夜晚瞓覺嘅時候好寧靜啦。瞓醒嘅時候啊，咁啊啲雀仔聲喺度叫醒我。出邊有個露台啦，咁啊可以上下網、玩下電腦、食下生果。呢度空氣非常之好。呢一部係韓國租嘅車，咁啊普通一部私家車啦，咁啊都幾慳油嘅，個胎盤都幾順。咁我型號啊呢個，開頭嗰一兩日咧就唔係好慣嘅，因為阻太車。咁啊第一二日個路面咧就揸慢啲啦。咁啊 GPS 都好容易用，輸入個電話號碼就揾得到。喂，唔好瞓啊，夠鐘起身浸温泉啦，醒啦，醒啦。夠鐘浸温泉啦，醒啦，夠鐘噶啦，好啦，你落去先啦，啲温泉水啱啱好噶啦，好啦，最後你落埋噶啦，啱啱好啊，啊四個唔會逼逼結結，係好舒服啊。